都係好關照啲基層。佢話總之你嚟跑就得㗎啦，冇嘢做嗰啲咧，年輕人咧佢就會半價啦。長者或者係學生咧，佢係唔收費嘅，佢唔會去查你。有啲靚妹嗰啲咁嚟到，佢會鼓勵佢跑，仲要送啲跑步嘅用品俾佢。呢個係令到我好感動，佢係有教無類嘅一個教練，唔講錢嘅。佢係希望你去跑，最緊要你跑咯。又嚟到呢一個九龍灣運動場啊，已經嚟過好多次啊。九龍灣運動場果然係九龍區嘅跑會嘅重鎮啊。今日嚟到呢個跑會咧，我一聽過跑會個名咧，即係覺得要發奮同埋要進取，就係奮進會啊！認真啲啊，今次真係冇錯啊！聽個名已經覺得個人即係正氣咗係嘛？有曬火啊已經。好，就請我哋呢個奮進會嘅教練阿雙教。Hello， 喂，睇下雙教官仔骨骨咁樣，今日焦曬頭添啊！但大家可能唔知佢從事教育事業嘅雙教啊，呢、這個跑會成立咗幾耐咧？因為今年都差唔多去到第十年了。呢個跑會十年噶啦。十個啊！其實你個樣後生喎，你成立嗰時咪靚仔？冇錯，成立真係靚仔。嗱，我所知道咧，你個跑會最初咧，即係發源就喺香港仔嚟。係啊。點解會而家嚟咗九龍區嘅咧？呢邊多客仔，多客源。本身喺香港嗰邊開咧，係啲同學仔係住喺香港嗰邊。但發覺原來他們為了跟我，所以在香港那邊，原來他們住在九龍，所以我們就將基地搬回來九龍、經過這十年，現在我所知道你們奮進會都有很多個跑會，有多少個？都有200多-300人。遍佈港九有多少個分支這樣呢？連埋其他的班大概10個左右。哇，好緊要喎、嗱，即係唔好介意，其實我咧覺得咧，奮進會咧一個比較低調嘅跑會。冇錯。但係低調得嚟咧，佢而家竟然係有300多學生，有成10個分支咁樣。你係作為教育人士啊，即係咪因為教書所以即係好識教嘢啊？你覺得點解奮進會可以低調得嚟，但係又可以吸納到咁多學生咧？佢其實唔係叫吸納好多學生，係我哋啲學生嚟到冇走到啫。嚟咗唔願走係咪？係啊，嚟咗唔願走㗎咋。你覺得你個奮進會咩咁大勢，令到啲學生入咗嚟唔肯走咧？其實佢哋都好團結啊，同埋咧都跟開我練咗咁耐咧，其實佢哋太團結，驚唔驚拉隊走啊？我完全唔擔心。如果佢哋拉隊走，即係我無聊咯。你想話俾人聽你有料係咪？冇錯。OK， 除咗你有料之外咧，呢、這個跑有啲乜嘢吸引地方咧？其實啲同學好好啊，因為咧我哋啲同學仔係好有援助嘅關係，咁所以佢哋有陣時。好願意幫我手去 take care 啲新人啦，互相去照顧啦，都幫輕咗教練好多嘅工作。聽講你個跑會咧係一個晉升機制，學生可以升做教練或者升做 admin 咁樣。這個唔係晉升嘅機制嚟嘅，因為我成日都話我啲學生好好，因為佢會見到我做嘢會好辛苦，所以咧佢哋好主動、自動、自覺去幫我手。咁有啲咧係跟開我，開始有啲成績出啦，又考咗教練牌咧，可以直情喺我會度做實習啊嘛，咁佢咪晉升咗做教練。你啱啱講開做嘢辛苦啊，咁你係從事教育工作，我估工作都好繁重啊。咁最初點解會成立跑會呢？揾唔夠啊，定係即係點樣呢？成立跑會咧，本身唔係講錢噶，因為三個人教你都知，其實係冇乜錢食嘅。即係好似我自己教小學啦，你教學生嘅時候就係你中意教啊嘛，跑步就中意教跑步，咁咪去咗教啦。咁教下嘅時候，你會發覺有啲學生會越嚟越多，你可以試嘅嘢又越嚟越多，因為教學相長啊嘛。其實我同一時間我都學下嘢，好開心嘅其實。你喺從中其實獲得個開心，就唔係用錢衡量嘅。所以你就即係寧願辛苦啲，日頭又翻份工，跟住啊夜晚又係教班咁樣咯。係啊，就係因為呢一份熱誠打動咗有300多學生跟你㗎而家。我唔知道有啲學生會講咩啦，但起碼要知道咧，教跑步咧。是為了增加一份收入。剛才呢有同學跟我說呢，一些基層家庭啊，或者剛剛出來做嘢的年輕人是不收錢的。一蚊都不收。哇、十分令人敬佩啊。是啊。這個是我自己做學生的時候都沒有錢參加課外活動，這個是給自己一個交代的。所有的全職學生完全一蚊都不收，堅持。聽完雙教這番說話，我完全感受到奮進會那份發奮和進取的精神。還有對於跑步的愛心，即是不是講錢，有很多東西。同埋咧，我哋拍咗咁多跑會咧，我第一次聽到有教練咧係會啲基層家庭啊，或者係即係冇乜錢嘅人咧，係唔使俾學費喎。呢個值得一讚啊！呢個奮進會，既然啊對學生咁好啊，咁究竟佢啲 program 有冇料到咧？即係心理好唔等於識得教噶嘛。咁所以今晚咧試跑完之後，試一試阿雙教，睇啲嘢有冇料到先。就咁話。
咁坊間咧好多跑會咧，成日都話自己咧會因材施教啦。但我哋嘅因材施教咧，同坊間嘅跑會有少少咁多多唔同嘅。佢哋好中意咧就同啲學生講：你今日要用八成速度、七成速度。咁啲學生其實好似跑即係十個四百咁，其實根本都唔知道配置幾多速度。我哋嘅因材施教咧，通常咧係話埋俾個學生聽：你今日要跑幾快，直情要每一個圈要跑到幾多。咁你係可以因應當日你嘅身體狀況去上下調節嗰幾秒，以達至到最高嘅訓練效果。並唔係話：哎，你八成速度，跟住佢跑完三隻，哎，爆咗，我都唔知點樣幫佢跟進。反而呢一種方法咧，就可以令到佢有一個持續訓練啦，同埋唔會放棄嘅心態啦。哇！如果咁樣講，譬如你嗰晚有可能廿零三十個學生，哇！咁咪會有好多個唔同嘅速度嘅配置咯。冇錯，但我都希望佢哋係分組，即係唔好介意前後咧有幾秒嘅差距，反而係你能夠等到人，或者能夠咧帶動到同學爭你嗰幾秒咧黐到佢咧，其實嗰個效果係更加之好嘅。即係人多有人多嘅訓練，人少有人少嘅訓練咁樣。咁頭先你又因材施教啊，咁你啊覺得佢嘅料子啊，今晚應該做啲咩好呢？咁好簡單啦，你首先有咩比賽？星期日會有街馬，應該都唔會好認真跑。唔會好認真，咁我哋就將星期日嗰個街馬你當係長課咁樣。咁你目標如果放揸馬咧，我哋今日認真少少練。但係咧，我要攞幾個資料嘅，如果唔係咧，我配唔到你操。你啱啱講下你最近嘅十 K 嘅成績，41嘅。咁啊好簡單啦，一陣我哋嘅所有配速咧，你就要用個十 K 呢個配速咧，喺前後要加啲秒數咧，就成為咗今日個 program 啦。我哋先會跑15分鐘嘅 tempo 嘅，但係你我都希望你可以慢一兩秒啦，一到15分鐘你就可以停啦。咁跟住你會休5分鐘，咁跟住咧你就會用呢一種嘅配速咧，就快多3-4秒，就跑800米，跟住我哋就休5分鐘，跟住再用你啱啱800米嘅配速快10秒，去開400米，跟住又再休1分鐘。呢一個循環我哋會做6次，做完6次之後咧，我哋會休5至7分鐘，然之後就跑一隻4000米。我希望你係用你10K嘅配速跑埋，基本上咧係食得曬嘅，因為禮拜二我自己試咗一次呢一個 program。是有水位症，我哋只需要記緊一樣嘢啫，練跑唔好練爆自己，一練爆自己要恢復嘅時間好長，你會覺得恢復唔切。哇！今晚嘅 program 好似好多嘢食咁樣喎，食唔食得曬㗎？冇問題。哦，經過阿商家親自試過嘅菜單，咁今晚俾你食下啦嚇。啊，即將準備今晚嘅菜式啦。試跑完之後，你一齊跑。哇！你幫我睇住我個試跑員喎，冇操爆佢喎。同埋呢一度。呢一組都係，我一次入間。哦，呢邊都係，即係今晚試跑完優嘅組員係嘛？加油啊，試跑完優！好啊，今晚個菜單好多嘢食啊！啊 ，Justin 助教你好啊！我聽講你啊跟咗商教跟咗好耐嘅咯喎。係啊，由2018年開始跟到而家。由佢嘅學生晉升為佢嘅助教喎，即係應該啊，即係好有潛質下喎。OK 咯，算係唔錯。訓進會佢有啲乜嘢特色啊，或者有啲咩吸引到你係留喺度咁耐呢？訓進會似一個大家庭，我就係年資比較淺啲，好多姐姐啦或者哥哥啦，好似睇住個細路講好多唔同嘅經驗俾我聽，即係可能點樣教會好啲啊，或者點樣跑會好啲，有一個互相幫助嘅情況之下，我覺得就會想來。但是你由細佬變咗做教練喎，而家即係佢哋聽翻你講喎，都唔係嘅。我同埋雙教都係同一個概念，就係我哋教學雙長。教練其實都可能一路教嘅時候，都喺學生身上都要學翻唔同嘅嘢。呢一方面我都係盡量學緊佢，睇下點樣上一個更加好嘅教練。由學生轉為教練，心態上有咩唔同咗呢？更加要一個好嘅榜樣俾學生見到。因為佢其實都係一直會望住你，究竟你要付出幾多嘅努力先可以獲得一個成果嘅時候，咁佢見到教練都可以做到嘅時候，咁其實學生都可以做到，咁我就想喺呢一方面，我哋就好似一齊咁成長。哦，其實咧，即係會唔會啲同學咧見到，哇 ，Justin 咧以前都有同學嚟嘅啫，而家可以晉升做教練喎，我都勤力啲先，第時都可以晉升做教練係咪咧？會啊會啊，可以啊，冇問題啊。今晚嘅 program 啦，先嚟15分鐘 tempo 啦，再400、800乘6隻，跟住再嚟4000啦。其實係點樣度出嚟嘅咧？呢啲咁嘅 program， 我哋通常咧會喺呢一隻嘅 program 入邊做快慢交替咧，就係攞800、400衝嗰啲速度啊嘛。跟住咧最尾係會做多隻 tempo 咧，係俾肌肉適應咧，係擴佢個抽筋能力嘅。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跑到去後面咧，好容易抽筋，就因為速度嘅轉換咧，令到啲肌肉適應唔可以抽筋。哦，即係今晚呢個 program 嘅每一微送都有佢嘅用意嘅。3、2、1，好，go go！ 啊，哦，啱咧，跑咗15分鐘啊，咁大概用紧4分 pace 啦，跑咗3.7K 啊，哇，开心啊，都飙到1.7K 啊！
都冇氣啊！好，師姐你好啊，加入咗。加入了呢個佛像會幾耐啊？都有六年啦。你本來學生嚟噶係咪？而家做咗助教係咪？係啊，由學生晉升為助教喎。係啊，都有翻咁上下喎。係啊，慢慢跑，慢慢跑咁樣樣，多得阿雙提攜啦，同埋啲魔鬼嘅 program 啊，搞到我哋哇，個個都跌入 PB 啊。係咩原因令到咁多同學仔咁喜歡呢個跑會咧？三百幾個學生都冇走過。係啊，我一嚟到就冇走過啦。咁有三個原因啦。嗱，第一個原因就係咧，呢個跑會真係好有愛嘅。我哋每年咧都有揸馬集訓啊，最重要係乜嘢啊？揸馬嗰日咧，佢哋全程為我哋打氣啦，又整好多啦啦隊啦。無論我哋跑快又好，跑慢又好咧，對佢嚟講咧，佢都係會支持恭喜我哋，同埋咧會私人咧獎一個獎座俾我哋、哦，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嘅。第二就係咧，其實呢個跑會係唔介意你跑得慢嘅。我咧當初嚟嘅時候都係好慢嘅，甚至乎咧有少少自卑啊，覺得死啦，我跑唔跑得掂咧咁樣樣。咁但係咧，商教就好好嘅，即係叫我哋一步一步嚟咧，一日一日咁樣樣咧去練咧，叫我哋多啲慢跑咧。咁我哋而家就越嚟越快。最重要一點就係好重要就係冇年齡限制啊，由小朋友啦到老人家啦，我哋最大嗰個咧係有70歲，但我哋係完全冇問題嘅，冇唔介意，無分彼此嘅。好似我呢年嘅咁，又有小朋友咯已經，但係咧粉進係唔會。介意我哋幾大年齡，總之一視同仁，大家一起跑，按佢嘅目標，按我哋自己嘅目標去跑。而家又衝緊呢一個800啦，佢配速都幾快啊，都有三四幾。頭先咧，我哋就跑個 tempo 啦，咁個教練講到咧，佢話最後個4K 又可以睇到。嗰、那個唔係實嘅，睇下佢平時有冇偷懶啫。因為如果佢平時個里數唔夠咧，佢食水有4K 咧，其實好明顯會唔夠力嘅。呢個配速係10B 嘅，即係試跑完1號有10B 嘅啦。可能咧，師姐你係呢度嘅 admin 嚟嘅喎。係啊，訓進會係有晉升機會，可以由學生呢個助教或者學生升做 admin 喎。係啊，冇錯冇錯。話時話加入咗訓進會幾耐咧？我就2018年年尾開始練嘅，睇佢個會度。佢有樣嘢好令我好深印象，佢對數字係好敏感嘅。即係我哋都好多學生行埋去問佢咩時間咧，佢都噏得出佢。咁即係你有心去記住個學生啲嘢咧，你上堂就會即係有心機上啲嘅。講真，即係所以咁得學生嘅歡心係咪？係啊。咁我所知道，即係佢港九加埋都唔少班啦。咁佢自己有正職啦。作為 admin 嘅業務係咪好繁重咧？好老實，唔係淨係我一個嘅。咁有啲人負責 IG 啊、Facebook 啦、啊，咁有啲人負責設計某啲。嘅圖啊，俾我哋做 promotion 啊，咁有啲就負責搞一啲其他嘅活動啊，譬如聚餐我哋都有嘅。我咧就主要負責報名嘅部分嘅，大家都係義工嘅啫。咁你本身又中意咗跑步幾耐咧？我咧到而家都唔敢講中意嘅，因為每一次落嚟咧，我都係好唔想跑嘅。每件事啦，你要記得你最初入嚟係為乜嘢嘅。咁你最初入嚟係為咩咧？為健康嘅都真係。O K。係啦，因為本身有好嚴重嘅敏感，咁啊跑一步之後咧就好少發作，咁所以我都 keep 住跑嘅。咁啊第二樣嘢。啦，呢個就係原先冇估計到嘅，就係識咗一班朋友。張 Sir， 你覺得我哋試跑人今晚表現如何咧？佢都跟得前面跑10V 嗰啲運動員都好貼啊。係。咁所以咧係會有少少辛苦。但係嗰個辛苦係應份嘅係嘛？你覺得？辛苦程度咧都叫做應份嘅。以佢正常嘅里數，佢話俾我聽100公里一個禮拜咧，正常應該寫得曬嘅。喂，最後一個4K 啊！加油啊！搞埋佢啊！收工啊！好，準備。3、2、1，去！哇！最後一個圈啦，最後一圈啦，咁啊四分皮咧就跑曬佢嘅，點知咧我最後嗰兩 K 頂唔順啦，失速啦，睇唔到嘢咋，不要啊！好攰啊！哇！哇！會唔會太快啊？好快！加入咗訓進會幾耐？10年。加入咗呢個會10年，由開始到而家。呢個跑會有啲咩令到你留喺度10年咧？好緊要喎！第一，教練教導有啲方法；第二，睇得越跑越好啦；第三，最緊要就係我哋有班同學咧同期入，維持到而家都仲喺度。即係有一班同學係同你一齊10年前入嚟，而家都仲喺度嘅。仲喺度。
哇，唉，好長程喎，真係。由一班發展到而家，差唔多一個星期，七日都有班，都係好難得嘅。你最初係如何愛上呢個跑步嘅咧？學校個體育老師介紹我，一跑就愛上啦。未愛上㗎，有挫折㗎。我中一咧喺學校參加社際長跑咧，爆尾仲輸俾啲肥仔，自此我就冇再參加過長跑。咁點解後屘又會發奮咁樣又跑翻咧？中學咧參加咗會考嘅體育，咁體育老師咧就叫我跑千六米，俾咗一個好流嘅 program， 我就叫我將個千六米咧你跑幾次啦咁樣。咁其實一個禮拜只要跑幾次，咁喺學界就攞到獎啦。咁跟住先至開始中意跑步。跑步呢样嘢究竟嗰个吸引力系边度，令到你可以跑十几年呢？佢最大嘅吸引力咧系唔需要同人比较，净系同自己比较，不停咁打败自己，同埋学识嗰个坚持。你个跑会十年啦，绝对系唔短嘅日子啊！而家有冇咩抱负啊？有冇咩展望咁咧？我反而系想将跑步或者完成一个马拉松咧，100件 to do list 嘅咧，系带俾我啲学生，等佢咧觉得跑步系可以令到个人健康同埋持续运动。我唔会介意佢话跟边个教练。能够诱发到佢继续做运动咧，其实已经系我创立粉骏嘅其中一个目标。喂，教练，好嘢，有冇粉骏会系咪真系要你发奋同埋上进咧？何止发奋同上进，佢仲系练到尽添啦，都几辛苦嘅。头先你见佢啲 program 咧，嗰个配速上嚟讲咧，个要求都几高嘅。冲四 K 嘅时候咧，都差唔多系冲到四分啦，啱啱好。你見到啲師兄咧，嗰隻標真係好準嘅喎，我隻標咧永遠都係400嘅，永遠都唔會喐嘅喎，真係。以呢個配速要衝咁多咧，其實都唔容易咯。我覺得最深刻咧係聽教練講咧，佢唔收啲學生嘅學費。我以前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咧，我都覺得交學費係幾貴的。即係可能佢重視教育事業啊，佢真係發揮到有教無呢個精神，嗰份精神咧。放咗嚟跑會咧，我覺得係好難得。頭先都有講啦，你係嚟自基層家庭嘅，啱啱出嚟做嘢後生仔，佢會收你半費，甚至唔收你錢，佢又唔會抽查你係咪真係基層家庭喎？你話冇啊冇，好重視嚟跟佢跑步嘅學生。我覺得有冇料到咧，唔係在於佢跑得幾快幾慢，而係佢有冇對學生嗰份愛咧，同埋有冇好認真咁去看待跑步呢一件事咧？我覺得一個好嘅教練呢一點先係更加重要。那個跑會咧有300多個學生啦，成立咗10年，佢同我講話佢流失率。好低，咁我唔明點解會流失率低，即希望唔好得罪其他跑會嘅教練啦。講真啦，嗰啲 program 上網大把啦，係咪先？點樣能夠令到學生會愛呢個跑會呢？頭先訪問好多同學咧，係超過10年以上，係生係啊，最老嗰個70歲，最後生嗰個廿松。我覺得必定有原因，營運一個跑會點都有一啲基本嘅支出啦，收錢係無可厚非，即係佢做好多嘢係其實無非係咩呢？其實唔係為錢啊，你睇到。係想留低你喺度繼續跑步咯，除咗有心之餘啦，仲要係有心思咯，向雙教致敬。想知呢個 channel 有咩睇咧？又或者想知啱 channel 同埋 One on One 有咩搞作咧？記得 comment， 記得 comment like，OK， 再嚟 share。同埋 subscrib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啦。中意呢個 channel 嘅朋友，記住。咁如果唔中意咧？講咩啊？